破坏力太强了，主要是。是不是叫水龙啊，哥？是叫水龙吗？到九点我就休息完了，休息带你们玩会儿游戏，带你们玩会儿游戏之后呢，咱们直接播到十二点，完了神杯我们二十八的时候，或者是五十八的时候，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刷神杯，能帮跟我一起能熬夜的你们就留着啊，完了一会儿不能熬夜的我八点时候开。感谢我人为叔，今天比每天都不卡吗？哎呀，主要是小胖的脚啊，千万别动。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，该就老了。晚上几点开呀？八点开神杯，完了我就不下直播了。来一个稍微顽皮一点的开场，要要要要脑壳 come on， 感谢飞扬哥，欢迎兔爷，还有柠檬，还有老顽童哥山野猴，还有我爱吃牛蛙的小龙虾啊，欢迎我们夏天叔君上哥，话题听哥，秀姐，还有娱乐哥，黑土哥，以及鸡全程监控哥自在哥啊，九点的时候，给你小周哥哥打的时候刷一码，现在不用，现在那六六，还没走出上次的阴影，有深深的陷入。
你。没听这个曲儿啊。
画好。西风夜渡寒山雨，家国依稀在梦里，思君不见悲思绪，同离人难人别离，狼烟烽火何时休，楚王败寇尽东流，蜡烛已残，泪雨难干，江山而老红颜旧，人别离，故人却又别离，托红颜难聚，不知此心何。晴天哥，谢谢谢谢。小晴天哥，没有没有，这个神杯大家留着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个啥呢，那个留到晚上那个点一点啊。我把这首歌唱了直接，辛苦了、啊、兄弟们，我把这个音打开啊。好了，喜欢歌的可以点点关注哦。
见我不是狼，哦，也没你想的那么猖狂。别老躲在这个东北房，快点出来让我看你的模样。姑娘姑娘，让我做你的狼，里里外外都让我来扛。我绝不会有花花心肠，让你相信爱会地久天长。屋外有道墙，墙外狼猖狂，姑娘只好躲在自家的闺房。妈妈劝我不要嫁错了郎，嫁不好就会一辈子冰凉。有名牌的车，有高价的房，都说有钱的男人比较保障，爱情不能用金钱去衡量，哪怕有爱情是粗粮。谁是我423你就回来了，嗯，别出去了就不回来就坏了，那个就多此一举了啊，那就坏事了。神杯啥时候开？神杯开了一个了，等一会儿吧，等那个9点之后再开。谢谢剑宇哥，谢谢剑宇哥。没有点响应的大家可以点一下响应，完了召唤这个地方，手机上方有一个我主播的一个头像，完了写着菲尔。旁边后边呢就有一个桃心，那个地方是点关注的，还可以拆真爱，这个地方也可以。这个地方你一点，下边这块有一个黄色的条条，它会提示你消费消耗 EYB。如果你这个是这个号里边没有 EYB 的话，会提示你充值1块钱。它是属于一个月的，一个月之后会后边会有你的名字。完了之后啊，后边有个真爱，就是包裹里边。包裹里面的真爱，完了记着你也要刷出来啊！不要忘记了吧，包裹里免费也要刷出来。谢谢大家，9个，25、25、35、25、25、35，还剩多少？还剩25，还剩25，这不25吗？
谢啊，谢谢听玉发哥，谢谢玉发哥，也谢谢冷光哥，还有知足常乐哥，谢谢啊，让大家破费啦，谢谢大家。数学老师教了吗？我是属于往里虎不往外虎。我要是那个啥的时候，我真的我的估计我的胃口也好。对，这孩子你回答的非常对。吃嘛嘛香，胃口就是好。我估计我全得挂这些科。其实我音乐也不好，我连五线谱也不认识，我一看五线谱我就迷混，就那些音符啊，就瞅着我就不愿意瞅，一瞅就想睡觉。所以说我音乐也不太好，就是喜欢听歌，不愿意去看那些五线谱。哎呦，说了这么半天才有，我们才17个，我们要加油了。谢谢那个，谢谢韩星哥，吃饭吃得好啊。好嘞，给你哥，好的，哈哈。科目挺平均呀，就一科比较突出，剩下科目都挺平均的。哎呀，小模样像天线宝宝啊！他们说我戴的是3级头盔。冷不丁一瞅的话，把脸挡上，就跟3级头盔似的。说像吗？你有点偏科，不走寻常路嘛，稍微有一点点偏。天王天王盖地虎，宝塔宝塔真可要。三级甲，我估计我是属于三级甲，让人家都揍了多少回了，还这么顽强的活着。只要我有口气儿，我加上血，我就满血复活了，没事儿。我怎么感觉你们说的是吃鸡呢？头盔现在有了，三级甲也有了，现在就是差这一毛一毛的子弹了。我们等着9点。欢迎霸道。没有打这个，把这个真换，不是真换去了，真爱啊开的，完了大家开一开这个真爱，它是1块钱的啊，1块钱的，谢谢大家。天王他开的是那嘎子的药，天王开的毒，把他真喝药。他有10个，他有11个，9点准备好，对，你们9点准备好，一定要9点准备好。好，没有过粘肉的把粘肉过一过，包裹里的免费的大家可以走一走。还有9个，它会在你们的视频下方显示这个条条，你一点，你们可以点一下这块，点一下如果有 YB 的话它就会可以开通，如果没有会提示你充值1块钱，这是 EYB。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有11个，还有1分钟了，能不能过去啦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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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去了我好给你们唱歌，要不然我一唱歌又给忘记了。没有点响应的，哎，响应过了，就差这儿了。还有6个，这有多少个呢？3个，还剩8个。10以内的加减乘除法不要找我，这个好算了。还有6个，这个我会算。不用你提醒了，这个我会算。加油，还有六个，呀，没毛病。还有5个，还有50分钟了，加油，还有4个，越整越激烈，还有4个，4个，我看好你哦。开完真爱的，就是刚刚开过真爱的，就点击底下也可以，他就直接这个点这个召集了。还有两个。还有2个，还有1个，过去了，我闭眼着我感觉我都过去了。谢谢 Thank you。 停，可以停了，过去了就不用开了，等我们下一波了。
唱个还是那一眼走心的歌，情最难忘，双染青丝泪儿。咱们家兄弟千万不要走开啊，九点还有事儿呢。一半情歌一半伤，对镜上上孤芳，寂寞酒杯饮惆怅，醉心难眠念情郎。打不了字儿啊，打不了字儿，那个给个会员就能打了。一段情，一段伤，一段难忘的过往，嫣然回首，让眼泪汪汪。一段情，一段伤，心里一趟，一首情歌，一段心上的凄凉。一段情，一段伤，一段难忘的。情歌
长月期只是那一眼便是海角天涯，形单影只，你又在哪？祈福的种子早已发芽，思念陪他。歌的名字叫《一段情伤》。等啊等啊，谢谢谢谢啊。风吹散弹起的发，哎呀，等到雨滴变成还有一百个声贝啊，哦。情路漫漫。等九点以后吧，九点以后开，完了十一点之后再开。我四百个，好嘞，一会儿的啊。直接给我的，直接把它，一会儿啊，稍等一会儿。Yo yo yo yo， come on， everybody， good night， let's fly， no you high， hey hey， money， 想啥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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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知道该去哪里好，想要把烦恼都忘了吧，停，还没反过来呢，停停停，十个十个的或七十七十个的，感谢明峰哥，感谢陈哥，谢谢陈哥，谢谢明峰哥，感谢亚，感谢那个燕婷，谢谢陈哥，谢谢峰哥，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啊摇，让这个世界从此不再有烦恼，让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啊摇。感谢峰哥，感谢峰哥，感谢陈哥，谢谢四季哥，感谢蜜蜂哥，谢谢陈哥，谢谢九爷。啦啦啦，一毛的先留着啊，七十个，旁边有七十的可以一人一笔，七十我往上走了啊。感谢我们峰哥，谢谢半世半生缘哥，嗨，谢谢有事哥，谢谢峰哥。我们能不能到七十万？七十万！谢谢，感谢那个这个面小猫顶哥，谢谢顶哥，谢谢峰哥，谢谢飘飘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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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闪爷，谢谢峰哥。哎呦，哎呀哎呀，速度起来了！感谢毛毛虫，谢谢闪爷，感谢闪爷，谢谢毛毛虫哥，谢谢峰哥。调成七十个或十个，一个咱先不要杀，因为他没有加成。等会儿一毛的时候打他们，拿一毛打他们啊！感谢世哥，谢谢峰哥，谢谢金城哥，感谢峰哥，谢谢金城哥，谢谢金城哥，谢谢峰哥，谢谢金城哥，谢谢随心哥。都甩掉 ，Henry C D G 让我发烧。感谢骑士哥 ，Harry Potter Harry 眼睛眼睛醒来。感谢峰哥，谢谢峰哥，谢谢有事哥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，还有一分钟的时间，谢谢勇士哥，谢谢。的心跳，让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啊摇。感谢随心哥，谢谢土土，谢谢冰冰和鼠哥，谢谢许仙哥，感谢勇士哥，谢谢峰哥，感谢勇士哥，谢谢峰哥，谢谢许仙哥，感谢新生哥，谢谢新生，感谢我冰冰，感谢勇士哥，谢谢明白，感谢哎，我去了，谢谢伤心哥，我有点整不过来了，谢谢伤心，谢谢伤心，谢谢萍姐。谢谢峰哥，谢谢糊涂哥，你的目标，感谢我九无凡哥，感谢有你，感谢连兔哥，谢谢谢谢谢我凡哥，谢谢连兔哥，啦啦啦啦啦啦，谢谢凡哥，谢谢猪哥，谢谢随心哥，还有十六秒，还有十六秒，谢谢峰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峰哥，谢谢有你哥哥，谢谢缘分哥哥，也谢谢那个兄弟们，谢谢
心鸟，谢谢婉儿，谢谢婉儿，谢谢胡总，谢谢偶然哥，感谢大家送来的风调，谢谢，感谢风啊 ，OK， 谢谢风哥，谢谢风哥。谢谢谢，歌的名字叫摇啊摇，给大家唱个这种歌吧，好久没有唱了。这首歌还记得不？就算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，依然还有梦想在我肩上点亮。我知道那是仗义的锋芒，我知道是自信的力量，跟着希望，跟着光，我是不落的太阳，为了最初的信仰，在我的战场，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，就算满身都是伤，是吗？或者你重新报一下麦序呢？这个没法报，这个太大了。你说万一点上不该点的，咋整？你说你想要啥歌？刷了多少倍这是？那我来了啊，我帮你点了。歌是几倍的？没有了，谢谢谢谢，再次感谢比干哥的支持，谢谢。还有谁了？随缘哥是吗？哎呀妈，是不是完事儿了？太吓人了！终于要点啥了，谢谢谢谢谢谢随缘哥。他这个真欺负人，真的就是我就他们没有黄的，我可希望他们点个黄的了。谢谢谢谢。还有刘世哥，刘世哥是多少倍？天道哥，刘世哥，你点一下中间的启动，这是多少倍？比干哥有14机会。比干哥，你更新一下手机，是不是 YY 没有更新？刚才刘世哥刷了多少个？哥，你要10个 U 盘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样吧，我给你邮一个 U 盘，完了邮一个抱枕，你看咋样？成交不？啊？我卖。不可以卖的啊，不可以卖的，真是的。那你确定要10个 U 盘了吗？你要10个 U 盘吗？我买一个。看啊，等会儿啊，
妈，还有这么多呢！叶空哥，这回是不是快完事了？还有十个，真会做生意。这是叶空哥吗？祝君好运，再次感谢哥的支持。看看啊，勇士哥，勇士哥，我就感觉勇士哥弄完了就是又来的嘛。勇士哥，等一下，中间暖气到。不要耍了，耍了也不算数了哈。勇士哥，我总感觉又要快了呢，再来一次啊！谢谢色彩分头哥。感谢刘世哥，勇哥，来一组六六的小飞机，谢谢谢谢谢。找不到小飞机，就是你刷66的那个票，刷18个就是小飞机了。OK， 再次感谢哥啊，谢谢成都哥，到你了啊，成都哥，谢谢刘世哥，谢谢勇士哥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谢谢勇士哥，成都哥，你点一下中间的启动，谢谢勇士哥，谢谢谢谢。腿哥不太会，慢慢来吧。嗯，成都哥也点不了吗？我给你转播一下哈。这儿，它是没有更新吗？这是成都哥，你帮点吧。那好，成都哥，那我帮你点了啊。哎，哇，成都哥，谢谢你支持菲尔，蓝展哥哥到你了哈，你们别刷520了，我都有点困了520。啊，乱战哥哥，你点中间的启动就可以了。真是的，谢谢那个，谢谢雪哥，谢谢飞雪哥，谢谢飞雪哥，谢谢飞雪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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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我的爱，谢谢大家10%的加成，如果有70的话，大家可以走70；有10个的话，咱们就走10个的就行。嗯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要凑成10万吧，凑到10万我们就下直播。一人一组66我估计就够了，现在坐在分台儿，今天你们 U 盘的抱枕呢，能不能来一波70的？
十分钟没有了，现在有加成，如果有七十的兄弟们可以刷刷你的七十。令又那么费劲吗？我还剩一个，让你看看咱家这个集结令是怎么过的。菲儿，是那个金杯，明天不会有金杯了吗？谢谢峰哥，谢谢听到哥，明天就没有了。也得看看咱家这个。谢谢陌生哥，走着啊，让你看看，让你看看这个集结令这个速度啊。那我先关麦了，哥。看不着。谢谢陌生。十个数过不去，我嘎嘣就十啊。啊，你过的不是集结令啊，你过的啥玩意儿？那个神杯没有了，明天就没有神杯了。神杯什么玩意儿？神杯，神杯是什么？是男的用的那种吗？这是飞机杯。哦哦，神杯是加持。神杯啊啊啊！来，咱家把这个召集令过一下，兄弟们来，抓紧时间过一下召集令啊！我先关点啥那个那啥去，那个一毛党再来一句啊，整一句啊。啊行，我这边都那我这边都这么多票了，不公平了。我不是不是不是不公平的话，你看兄弟们就跟飞人玩的情况下，我跟你说，人家玩的我跟你说的话就是。就玩的明白，这局咱们不算，下局的情况下给他来一局，行不行？这局咱们不算，
那这局你不能算，这局的话我的票我都没了，这局都行。那我刚才过那个神杯了，不好意思。但是你发的时候，刚过那个刚。我刚才也刚打一把，刚打一把100万的票，打出了10万块钱。啊，不行了，我今天咱明天吧，要不明天吧。我吹牛逼呢，我打个10万，到咱明天吧。啊，打他妈10万，打什么？吹牛逼，吹牛逼！不要刷那个没有提成，兄弟们，别刷皇冠，皇冠没有啥用。谢谢子龙，想玩，想玩，整一局，整一局。这里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也就跟你俩能玩，跟别人家玩的话，我跟你说，那都没有牌面，跟那啥都。剩下那都羊屎不拉活的跟那上去，这也就跟人家玩能上点票。剩下的话，那兄弟们是不是都没有干劲儿跟那上都？跟你玩有个干劲儿啊？身边还有吗？身边没有了，好像差不多了。十三号聚会啊。行，那这把先过来呗，直接的话，咱那招揽5分钟。22:58的话，给他整一局。那就11点啊。行，11点行。那就8分钟，好吧？行，8分钟。神杯还有这些，行，那我再开一波神杯，我再拉一波神杯啊。你再拉波神杯的情况下，那钱不那啥了吗？不是吗？那么有钱吗？不打一毛的吗？我拉70个的，不耽误一毛的。哎呀，磨蹭了，什么？太能吹了。这么一整的话，给咱还给我整的还挺嗨。哎呀，一夸我就不挑你。好行啊，好来吧，嗯，那行，那我什么了，我先关了啊，我先关了。行，好，行，好嘞，佛哥，那咱那个咱、这局我还行，能跟你赢了呢，这局呢，这局咱俩还行，透过塔了那啥，是不是？咱就保存实力嘛，咱保存到11点的吧，好。就是这个叫17，大哥，这大公爵搁这屋一毛钱你得刷一宿这个玻璃球了，哥呀！哎呀，告诉你，你太累了，等会儿就需要了，波哥，你告诉你，一会儿你就需要他了，一会儿一毛钱你就需要。用这有点浪费，哥，你是不是鼠标连点器了，哥？不是，鼠标连点器直接唰一下就没了，你都看不见，能看见的都不是连点器。啊，鼠标连点器的话，看都看不着都。就是嗖一下就上去了，就没了。就非常非常快。那、这种神器的话得搁哪买的这种神器呢？不是买的，你就直接一下载就下来了。不知道这玩意儿搁那啥去。那行，来吧，整个兄弟们，行了，这把也别浪费票了，我点结束了啊，咱们酝酿一下啊。好了，哎，好嘞，佛哥，酝酿一下啊。一毛的啊。跟他们我发现了，就得催着来。神杯啊，我看看神杯咱有就有，没有就拉倒了，行不行？他们说还有神杯呢，可以说50，来吧，再开就16000了。咱有多少就清兜吧，兄弟们，咱就清兜吧啊，清兜吧。天道哥，真正的战争来了，就那一毛钱啊，就那一毛钱。有神杯的甩一甩神杯了啊！我去，真还有啊！累坏我了，累坏我了，我还有200。我哥是不是来特意来给我那个啥的呀？刘克哥是不是特意来给我送神杯来了，是吗？谢奋斗哥，谢谢。完，大家准备好这个一毛的啊！就一会儿咱们就是一毛，就摁一毛，不管咋的就摁一毛。后来的吧，后来的兄弟不知道就不知道了。咱们自己进来的时候能听着我这个指挥的，完了咱们就刷一毛钱，别管也别管是说能上多少会杀多少，咱们就每次能超越自己就行了。不，咱们不期盼超越别人怎么样，咱们超越自己就是进步了。完了能团结一下，咱们主要是大家一起两毛也行，行。手机有没有连点器？有啊。这一个年度我告诉你，我研究老多东西了，一个年度就会让你变聪明很多，尤其高科技这些东西研究透透的了。完了，没有点神杯的把神杯清一清包了，谢谢，9000了，加油。是不是刷一毛啊？对呀，就是一毛一毛的刷。
就一个一个的，一个一个的点，但是你就是得快点那种。还差五千，还差五千，加油！神杯，你们看哈，就是你们，我就发现，刷刷刷刷往出出，这儿呢，就出的东西，这个神杯，再速度再快的，在你的包裹里，只要你进菜了，在包裹里就有，小号也有。就是哥，你给天道哥下载一个核武器，我不行，我还想让天道哥多玩一段时间呢，我就不行了。那个也就比赛时，咋能用大哥身上呢？是不是虎？是不是虎？这孩子，神杯清一清，神杯老欢迎好听哥，好听哥八六有神杯的话，帮我送一送神杯，还有四千个，加油加油！完赛呢，刘师哥。谢谢，还有，加油，还有一分多钟了，那没有，因为你没有点进菜呀，就有小号会上小号，还有三千个，哪来的圣杯？在包裹里是点竞猜这里边出来的，但是明天就没有了，也没有这个活动了，所以说揉的话就可以清了，因为你放包里边它也就没有了，清一清就都不要，一个都不要了，有多少刷多少。马上到一万六了啊！该清的清了啊！我上是我小号啊，我看我小号里边哈还有，小号没有了。加油！还有一分钟，你这圣杯还没有停呢，还有两千，再有两千个就够了。看，这圣杯还有刷刷刷走呢。时间好像不太充裕，就是一会儿准备一秒的兄弟们啊，一定要准备一秒的。谢谢冷月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还有100多个，加油，100多个，还有四十秒，一秒的有用啊，但神杯对神杯来说没有用，一会儿干仗的时候有用。马上到点了，差一点点了，快点啊，马上就要没有了，还有14秒，呀，速度了，有8秒，完犊子了呀，差一点点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他来了，一会儿就看谁名跟那啥那飘着就完事了。你忙了，真的费人，真的，你先拉吧，我有点拉不动了，我脑子有点迷糊的，干缺氧。你先拉，完一会儿的话，那就说一会儿。我打过去了啊，剩150秒，我再拉。别刷66，爸爸呀，刷一码。走一码的兄弟们，现在可以走一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，你们是最棒的，最后一波我们就冠军了。
两家兄弟们今天都打好几场了，我知道都很累，但是的话都是为了菲尔家还有咱们佛家的兄弟们一起拉了个票，大伙再次努把力了。佛家军，上午那波咱们赢了，下午这波我不知道会怎么事啊！来，我知道大家都挺累，也感谢所有双一帮党的，所有佛家军，再给你佛往上卯一把。佛家三军将士，一毛党不要停，就要你们一毛党不要耍流量，调成一毛党，别紧张，就调成一毛党的公文票。人家都是一个一个的兄弟们，咱家不能耍流量，兄弟们啊，来，速度稍微的快一点，跟上节奏，还会怕的。速度再加一波来，兄弟们。公平不要打字，就按住你们一毛党。小心我不会三次拖家军，三把不要这个家，有你有我也有他。兄弟们速度再快点，照这速度我瞅要输了。人人都把大分过，先把总票数扬了。无所防火炮，别耍流量。天下三军狼卡，我威名四扬，手持玉玺称帝王。速度再快，别耍流量，新哥。军将军魂，一军战王天下闻。别毛别毛，把数字调成一个，不要耍流量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换来才能见真心。经理无数的别耍，你是干嘛呢，大哥？大哥啊，别耍，耍六一，我的妈，这是什么鬼？这行，这行了，这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咱家这边刷那什么了，刷一山一世了，刷好地方，别刷一山一世啊，搁那啥，大哥你都干鸡头了，你看，啊，行了，整完吧，把这点整完，把这点整完，这点整完吧，啊，这点整完，这完，大哥可能是刚可能刚上号没看着，搁那啥，刚上号没看着啊。你干鸡呀、啊！来吧，坚持完这20秒吧，来吧！因为友情在一起，兄弟情谊无人比。小刘不才提及，我佛家大旗手中举。我都给飞人干疯了。再飞，做空中，上有天和最云高，手握钢刀，他在笑我的飞。飞人让咱们整毛了。上人保护我，国家军的每个人都是杀过的将军魂。啊，这局输了，这局输了。大哥可能是啊，可能是刚上来，可能是瞅着干仗的。啊，这局输了，这局输了。一山一势的话，咱俩走他妈石头主义。好了，把文字开吧，我感觉，哎呀妈，太厉害了，其实挺好的。没事没事，真的挺好的。没事，狗哥，咱们玩的是一毛党，你现在光光怼石主一山一势，一山一势那不行事儿，一山一势。咱玩一毛党，没事哥，没事，现在不用刷了啊。谢谢对面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就是我这个朋友圈里的，也就跟你俩的话能打出能有点记性，剩下的情况下，好看这猪头，谢谢。剩下呀、啊，不是有大哥的话，带不的情况下的话，就是没有票。有大哥的情况下的话，我干不过有大哥的。其实就是你要是假如说你大哥来的话，假如说大哥想给你这个上点票，你就告诉大哥你稍等一会儿，你就找那些电母去打。哎。完了吧，粉丝高峰的时候你记得来找我，我绝对可以配合你。我什么玩意儿，我看我垫不起来了。我十四个打什么意思，是不刷票的话还得没爸呢，可能不被骂哥，我这意思的话就刷一个，不是被骂的意思。不是、啊、你别误会啊，我们就是说自己家粉丝都是，不管是大哥也好还是咱们粉丝也好，都玩成一个团，完了大家一起去刷一毛，看谁刷的速度快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没别的意思啊，别误会。哎呀，没事，咱俩的情况下的话，别让黑粉挑着节奏啊，你粉我的情况下的话，就是说也不是那种就是斤斤计较了这是那事儿。不是，你一说这个被刷就溜着急了，我看你。不是，他有的什么事儿？他刚进屋，哭嚓了一下子，情况下古董干一堆的那啥。我也有过，跟别人打的时候也有过，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明白，就是可能说，假如说这个大哥刚进来，哎呀，看着那个 PK 呢，哎呀，就是感觉差不多了，可能就着急给你上点一三一四了，都是这样的娱乐而已。谢谢。行，那个啊，友谊万岁啊！今天晚上就别整了，今天晚上都多少点累了，歇一歇吧，今晚别整了。太他妈的了！你今天一共拉多少票？我真是打丑了，对，我拉了10万票就。我搁这上不看票吗？搁这地方不是看票吗？这地方吗？
对，我得转过来呀，要是 P 咱俩的 PK 条，这才看不着，我得瞅一眼，十了十万票而已。你不有工会吗？不是吗？你看工会多少票？工会没有多少，工会我们家这个都已经差不多了，二十多万票。我估计你一个人就拉倒了。十一万吗？十一万。我你有工会呀？啊，一百万票，一百万票，说错了。哎呀，又戏精上身了他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天道哥送来这个神眼儿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不得不说这把啊，属实不错。哎呀，太猛了。谢谢谢谢，完够卡黄的那个，在以后够卡黄，咱们家那个把那个图解出来，够卡黄一定要给咱们家这个几位哥哥卡上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飞龙哥，飞龙哥属实手速太快了，飞龙哥你要方便的话，把你微信可以加给我啊，发给我啊，啊、嗯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飞龙哥你把你微信发给我吧，你会不？怎么开爵位啊？一发一世纪言，你怎么可能不会开呢？飞龙哥你听见了吗？你要是听见的话，你发私信给我啊。开爵位的话是其实不用开，就是慢慢刷礼物它自然而然就有爵位了，要是公爵啊或者是国王的需要开，剩下就是慢慢就提上来，不要花冤枉钱。我送了420个，行吗？太行了，谢谢谢谢，再次感谢飞龙哥、天道哥以及那个凡哥、峰哥、能哥所有的兄弟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我觉得我就觉得玩一毛钱老有成就感了，我觉得我以后我就玩一毛钱的，上票就行。那你要不加我微信那就不加吧，那行吧。那我们就今天我们也太晚了，我就不到12点了。主要是我今天嗓子，我嗓子稍微有点，就是可能有点上火来的吧，手都麻了，麻了就对了，出汗了没？正好啊，正好完了，兄弟们一会儿下了直播洗洗澡，手痛，痛就对了。啊，等会儿，哎，那个天道哥，你说。别感冒了，就是你消消汗了完了再洗澡。哎呀妈，还不至于，就点几个不老能出多少汗呢，还能还消消汗再洗澡，真能血乎。我困得都睁不开眼睛了。嗯，我要下直播了，天道哥，完了咱明天再说啊。嗯，完了再次感谢比干哥，比干是什么意思啊？比干是饼干吗？完了，谢谢天道哥，谢谢比干哥，还有飞龙哥、风哥，还有伤心哥，还有糊涂哥、姑姑哥，还有我们刘氏哥、王者哥，还有色彩粉桃，谢谢青山哥、战乱哥、勇士哥，还有晴天哥，再次感谢雨后阳光哥送来的每份票票，谢谢咱家六九军团的每一位一毛，超级一毛党，是超级超级一毛党，啊，都可以封神了，你们真的，还有罗军哥。还有我们亮相哥，还有风采，还有火警华晨，以及陈哥、小五哥、闪爷、年轻人，还有朱阿姨，还有猫儿，谢谢夜空，谢谢彤彤，还有浅河能哥，还有这英文字母哥哥，以及我们七彩修罗哥、金城哥、行者哥、没歪币许仙，还有安稳哥，还有飞鹰哥，还有游客哥，以及火麒麟哥、数学老师哥、毛毛哥，还有老小孩，还有红土绿剑哥，以及飘落好帅哥、缘分天空哥、齐哥、华哥、黑土哥，谢谢。比干是文财神哦，原来是财神呐！啊、哦，我还以为饼干呢。我还以为这饼干呢，我还想搜索是不是什么品牌饼干啥的。豪哥，你组织组织。
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明天还刷一毛吗？明天看看吧，可能吧。有，我估计没人，明天都拉票了，估计没人跟你玩了。谢谢那个染尘哥，你们再坚持一天啊！你们愿刷星星的就刷星星，我不管你了，不刷都行。你天天完了，我到时候给你们唱歌，就没有比赛了，我们自由自在的玩耍了。比干是丞相啊，朕怎么不知道？什么时候封的？他上税了没？天道给我问一下，你用啥手机啊？再次感谢咱家一毛党的兄弟们，尤其是一毛党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这个让大家受累了，而且让大家也很破费，很多很多都是菲儿没有感谢到的。再次感谢咱家六九军团的，还有喜欢菲儿的，还有你乃至我们就是在场的游客宝宝们，谢谢你们。华为 2S， 华为 2S， 行，华为 2S 我记住了。看我又不唱了。走啊走啊，走在这江南。弟弟机啊。盼啊盼啊盼你们。不是保时捷，他不是说 2S 吗？行，我知道保时捷。随我清风的流S 一，我不是，我没记住那牌子，明天再说吧。咱们就下直播了。现在没货，那个断货了，得好长时间才能有货呢。我先下了，好的哥哥们，谢谢大家，不开玩笑了，不开玩笑了，我知道你们逗我呢，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嗯，明天最后一天了，明天要守塔的，对吧？说话有点嘶哑了，我要早一点睡觉了，有点累屁了，今天。装个大点的 WiFi 信号就好了，我用的是华为的 WiFi， 就是一个小方盒的那种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谢谢谢谢虎哥，今天属实有点累了，开了几个小时了？我今天开了8个小时吗？好嘞，辛苦我们场控老师了，尤其小胖辛苦你了，一会儿请你吃好吃的啊，你好好收集地址。嗯，我们场控老师也辛苦了啊，这两天我给你买小鱼儿吃啊，给你买最爱吃你最爱吃的小鱼儿。这阵子充钱，这一阵子充钱了，精神那么好。什么精神那么好？我吗？辛苦啦，琪琪也辛苦啦，琪琪也辛苦啦，大家早点睡觉，今天又让大家好破费的，谢谢。耳机不好，嗯，耳机不太好，那回去了。胖胖完了，胖胖属猫的吗？胖喜欢吃鱼。
而且他吃鱼从来不出刺儿。拜拜。他都是好几条鱼一口吃的，一口一个鱼，一口一个鱼。就是那种小，特别特别小的鱼，听着挺吓人的哈。好吧，胖胖顶号吧，我不行了，我已经累得没有气儿了，不行了，已经累憋憋了。我都感觉我一下直播关了视频，我这屁股都动不了了，我屁股疼。一会儿你们可以看打仗了。如果不爱我就放开我的手，你都就走走，我也不会挽留。哎，对了，还没有看呢，这公会票数相加等于还有个事儿啊，场控如果说没啥事儿的话，就把这几轮的票加一下，完了给我整个文件夹，你就直接统一一下，就看现在的票数就行，主要看大概的票数就行。咱大姚在哪儿，跟倒数最后两名差多少，明天到十二点大家要有时间的话倒一下就行了。我觉得我嗓子又疼难受了，然后吃点消炎药了，终于快完事了，我觉得我就见着太阳的感觉了。我们总票数排第十一了，你咋知道啊？咱总票数现在排十九，哎呀，排第九了。啊，总票数排第九，你说那个公会票排十一是吗？哦，你们搁哪儿看那总的呀？每组前两名就是八名前十一，那我离地名还有点距离。哎呀，明天就看明天了。我知道总票数排第九，公会的总票数。就害怕，就害怕啥呀？就害怕那个下边的有往向上的什么的。总榜我排第九，我估计啊，我是这么估计的，我估计啊，就是到最后人我会挤出前十，因为啥呢？因为公会赛有的指定会公会，我估计会刷主播身上，主播的那个票就会涨，我估计会挤出前十，太猛了，前十200万了。